嗨，各位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那今天早上我是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从槟城来到这个位于霹雳州国宾地区的这个Quinta Natural Park 的一个鸟类拍摄地点。那今天这一集呢是继续我的这个鸟类摄影日记，讲解我使用索尼 A1 还有600毫米的 G Master 的镜头到各个鸟点去拍摄鸟类的经过。这里在80年代之前是很活跃的锡矿，后来受到锡的产业链衰退的影响，这里开采锡的活动就开始停顿下来。由于不再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这片荒芜的地慢慢得以重生，植物开始在这里生长，也吸引了大量的水鸟定居下来，成为水鸟的栖息地。这里的水鸟很活跃，它们聚集在这几棵非常茂盛的树上，也在这里筑巢繁殖。在这里有多种的题材拍摄，比如拍摄鸟类的站姿、觅食或者飞翔的照片。今天我使用的器材是索尼的 Alpha 1和600毫米 G Master 长焦镜头加 1.4 的增极镜，全画幅焦段是840毫米， 1.5 裁切是1260毫米。我把器材装备好，就在这湖边等待。在这我前面这个方向，水上有那个水面的植物，这个植物应该叫浮萍吧，它是喜欢在这种淡水湖上面生长的，所以它涵盖了大部分的这个面积。所以前面有一只的这个 Purple Heron， 它在那边觅食，就是在等待捕捉水中间的那个鱼类，正好是正面光再加上青色的这个前景哦，这样拍出来的效果是不错。那我赶快拍几张。很快就有目标出现，首先是紫鹭和灰鹭在湖中觅食，它们很耐心地站在湖面上等待鱼儿的出现。在拍摄这些体积大、背景比较干净、主体明显的静态的鸟类，我选择对焦区域为广，然后启动鸟类识别对焦，连拍速度设定为低。这里也展示一些照片素材，你们觉得效果如何？请给您宝贵的评语。过后又来了一只的鸬鹚，站在水中的木杆上，它很配合，摆出各种的姿态让我拍摄。原来鸬鹚适应了这里的环境，所以这里鸬鹚的数量有非常的多。这时天空有水鸟在飞行。在拍摄这些动态的鸟类，我把对焦区域设定为跟踪区域，把 ISO 设定为自动，最慢快门为2/1000秒，连拍速度设定为快。这样的设定可以轻松地拍摄到清晰飞翔的画面。除了水鸟，也有一对燕子在筑子休息，它们在修整羽毛，偶尔会摆出优雅的站姿。当遇到这样双主体的拍摄情况，可以选用对焦区域为点，然后用这个对焦框的方向键来选择把对焦框放在哪个主体，这样可以依照您的构图想法呈现出一张满意的鸟类与它的生态环境的照片。在这岸边等待了很久，怎么没有黑腹蛇蹄潜入水中觅食？它只是在天空飞翔。那假如我们这些拍摄的鸟友站在那边等待的话，
那这个 Oriental Daughter 他会感到害羞，然后不敢从那边潜入这个水中去觅食。当他俯冲进入湖里的时候，然后开始在猎食觅食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的高的警惕性，所以这样的话你就走到你的相机的位置，然后开始拍摄。现在在前面那边呢，有一只的这个 Oriental Daughter， 那刚才它俯冲了下去水里捕捉那个鱼。那今天的鸟况是不错的，光线也很漂亮。现在光线是在太阳是在这个方向照射过来，所以有时候是侧面光，有时候是正面光，所以天空也是晴朗的，所以光线的质量很好。 Yes， 很开心终于拍到了。那刚才这个 Oriental Daughter 他就来了两次，就是有两次的这个俯冲进入这个湖里去觅食。那有拍到他后来起飞的时候的这个连拍的那个这个照片。那刚才我使用的这个相机的设定是快门是4/1000秒，然后光圈大概是 F8 左右，然后我是以每秒30张的快速连拍的连拍设定。然后至于对焦呢，我是选用了这个 AFC， 然后是 tracking 呢，有时候我是用这个 zone 的模式，或者用 spot 比较局部的地点。那它对于跟踪这个 Oriental Daughter 快速起飞和的这种快速的这个飞翔的动作，这个对焦系统呢都可以锁定目标，所以基本上效果是很满意的。现在是午餐时间，所以在这边今天有自备了一些午餐的点心，就是带了很简单的午餐，就是带了一些这个饼干，还有那个花生酱，还有就热的香喷喷的咖啡。先品尝一下今天早上准备的这个现磨的咖啡，这个 Americano， 提神一下。装在这个保温瓶还是很热的。这个就是花生酱。还有加上这个意大利高纤维的饼干，这是我的午餐。那这是鸟类摄影的乐趣，你一面可以享受这个大自然的这个风景，这个郊外空气新鲜的这个环境，然后一面享受这咖啡和你爱吃的食物，然后等待目标的出现。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那第一可以释放我工作上的压力，然后享受一下大自然，尤其是这个漂亮的那个阳光。
刚刚在这边呢，又看到了那个 Buffy Fish Out， 又飞回了上面的这个树上。那现在这对成鸟在后面的这几棵大棵的树在上面活动，那有可能是它那边是有鸟巢，所以它一直在这边活动。嘿，各位，现在是下午时刻了。那今天在这边拍摄了好几个小时，那今天总算这个拍摄的收获也蛮不错的，有拍到我所要拍的这个拍摄目标。然后现在我准备把器材收拾好，然后准备开车回到槟城。那今天关于这一集这个鸟类摄影日记的视频就到此为止。那我希望各位可以点赞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给我一个小小的鼓励去做这些视频。那如果您有什么关于一些拍摄鸟类技术的问题，或者鸟类器材的问题，或者关于一些鸟类摄影的问题，可以在留言区写下你们的问题或者留言，我会回答你们的问题。好，感谢各位观看这一集的视频，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